频道美综合报道，女星 ALBEE 刘景玲单人节目天才冲冲冲主持人长达4年的时间，并且反应深受观众喜爱。但昨天他却突然在脸书向节目告别，让网友相当惊愕。而他其实并非主动辞职，更传出他是录完节目后当场被辞退。据 Today 报道，尔滨上月在农历年前还在赶路过年时的存档，没想到录完以后便当场被辞退，让他感到相当错愕。虽然感到晴天霹雳，但他仍不忘去跟提携他的前辈徐乃麟及陈国成道别。尔滨对于临时被撤换感到相当难过，还因此哭了好几天。他的经纪人透露 ，ALBEE 被辞退是因离开了天才所属的百事传播，转而千金多利来当利于分时妹。对此 ，ALBEE 虽然获自外企，但从他的脸书 PO 文仍可看出满满的不舍。搭档张文琪也留言：“我好想念 ALBEE 子子哦。”让喜爱他的粉丝相当不能接受。而B录完节目当场被辞退，翻摄自 ALBEE 脸书 ALBEE 言语中透露对节目的不舍，翻摄自 ALBEE 脸书 ALBEE 佐伊的离开让粉丝相当不舍，翻摄自 ALBEE 脸书